看第二题，它要求哈，这个曲线，二次曲线跟这个直线所夹面积啊。那我们大致上的话，给它画一下的话，哦，就这个。它的截距的话还是2啦，它斜率是1/2，好，大概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我们如何利用这个公式？好，这个公式的话是这个抛物线跟 x 轴夹角，那我就把什么呢？把抛物线哈减掉呢这条直线，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什么？变成这个样子，这个哈就是等于什么呢？等于是。这 y1 嘛，减掉 y2 嘛，那 y1 减掉 y2 就是这个高度。好，那这个高度的话呢，最后的话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啊，这个是2，这就变成负2，那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啊，这个高度的话就等于这里的高度。啊，现在本来哈，本来是一条直线啊，斜的直线。跟一个抛物线所夹面积现在变成了另外一个抛物线，这个抛物线相对这个直线的抛物线，它跟一个轴所夹面积，所以现在的话就变成这个是 y 的话就 y1 减 y2， 那、这样等于多少？等于1/4哈，1/4倍的 x 平方。再加 2x， 减掉，那再减掉多少？减4。啊，问题是说，我们这个方程式的话，哈，系数是一的嘛，所以我现在的话，哈，先找什么 ？y prime 哈，等于 x 平方减 2x 减4哈，它跟 x 轴图形一样面积啊，它求出来要再乘以1/4。哦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图形哈、等于是这个图形在 y 那边的话哈、缩小1/4，所以你面积的话还要再乘以1/4。好，那、这个哈、跟 x 轴所夹的面积多少呢？现在我给它因式分解，这个有没有弄错？1/4的话，我这2呢，所以这应该是8。这个是8啊，42的8，它是1/2，这样就没错。8，好，那这样的话给它交叉相乘，1，啊4跟2，这减这加，所以这个是等于多少 ？x 减 4，x 加2，加2。好，啊所以这个阿尔法等于负2，啊贝塔是等于4。所以这个面积 A prime 哈是等于多少呢？1/6，贝塔减阿尔法是6，6的3次方，所以这是36。好，那 A 呢就等于这个面积的1/4了，好，1/4哈再乘以多少呢？36，所以是9，哦，49，36。